每次找小红都是下雨。你这带可以吃的，给我带的吗？哦，给我送东西了，这第一次嘛。喂，他这个粉，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走走走走。这个是你煮的，这个？黑豆和姜。哎，忘了，喝完了才想起拍。这是黑豆，生姜，味道很好。哎，你吃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？今天我们去开飞，我会请你的。你请我的 ？OK，Let's go。KFC， 越南的 KFC 到底贵不贵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上 ，Go。啊，钱已经准备好了。零人干包，套零人，一套零人。哦，一套两个人的，哦，十万。请你看点吧。没敏感的。点了这么多，还很过你。这么多，你们猜了多少钱？这么多。哎呀，很多哦，这个鸡腿哦，哦，那这样吃的鸡腿饭，这么多车，现在是5点多，正是交通拥挤的时候。快说。